紧张配乐宣传防疫工作，北韩向来宣称零确诊，但现在真的是疫情有好转迹象吗？因为停驶了两年的朝中跨境货车悄悄重启。네북한의화물열차가어제오전압록강철교를거쳐중국단둥에도착했습니다。北韩在2020年1月以防疫为由关闭了往来大陆与北韩间的货运列车，至今超过两年。而这一次传出可能是要载运一批紧急物资回北韩。현지소식통에따르면열차가도착하기전이른아침부터철교와단둥역부근에경계는강화됐고일반인들의접근도통제됐습니다。尽管国内民生困窘，北韩还是在17号早上第四度发射飞弹。另外，北韩官媒也证实，14号试射的是铁路弹道飞弹。평안북도철도기동미사일연대의실전능력반증을위한검열사격훈련이14일진행되었습니다。北韩官方释出照片，表示当天试射的是两枚可以从铁道系统发射的弹道飞弹，还击中了咸镜北道的一座无人岛。但是两个星期内四度试射，北韩想要传达什么讯息呢？일상적으로하는무기체계개발에따른그런훈련과시험이다라는걸통해서이중기준철회를요구하고사실상북한을핵보유국으로인정하라는그런논리로연결해서가는거거든요。对于北韩的动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多项安理会决议，但是北韩也回呛说，若美国采取冲突立场，会有更多行动。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